我们大家都记得是谁拿着一管白色的洗衣粉对伊拉克非法侵略。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做出全面澄清，并停止独家反对，禁止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将有助于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履行国际义务的信心，也将有助于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